我张开双眼就看见微笑，伸出手就被拥抱，世界很喧闹却不会打扰，苦辣酸甜都重要，我知道每个人都会变老，不变的未必就好，忧郁的青春怎会被看好，哪怕跌倒也要奔跑，请进。李教授，艾米，进来，来。教授，我有事想您帮个忙。什么事啊？这是我爸妈年轻时候的照片，不过只有一半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，听说他原来也是星宇的老师。然后您又是在星宇任职时间最长的老师，所以我觉得您有可能会认识他。这个照片都毁坏了，我看不出来啊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我妈妈，您认识她吗？虽然我在星宇从事教育工作多年，但中间有一段时间被调到教育局工作，学校的老师我不全都认识。这样吧，等我回去我帮你问问原来的老同事们。教授，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，如果您问到的话，您一定要告诉我。好。微风，怎么样，你去找李双白教授问过了吧？他怎么说啊？找了，他说他也不认识。李双白教授也不认识？那你确定你爸爸之前在星宇当老师吗？我妈她就没怎么跟我说过我爸的事，她就说我爸原来在星宇，所以我就猜吧，他原来可能是星宇的老师，或者跟星宇有什么密切的关系。我觉得要不然你先别着急，我们可以去老街区问一问，说不定有老同事或者老朋友什么的，我们也可以请李双白教授帮我们继续找找看。其实我还有一个事儿没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之前就怀疑过李双白教授，我觉得他就是照片上缺失的那个人。啊？哎呀，我现在也不知道了。我把照片放在他面前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观察他的脸，他的表情一点变化都没有。等一下，所以说你现在是怀疑李双白教授是？艾米，我觉得你先别乱想了，我们再继续找找，一定会找到答案的，啊，别着急。嗯，谢谢你，微风。成明，从明天开始我陪你一起排练呗。曲之月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居然要陪成明一起排练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我
我是人美心善的趋势运呀，我乐意，你就当我日行一善吧。我就想问你，人美心善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趋势运，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咱们从明天就开始排练。看我不折腾死。成明，你唱歌的时候不是欺负过我的，我教你方法，每三步一呼，每三步一吸，我们以一圈为主，好吧？好，预备，走。跑步的时候啊，三步一吸，三步一呼啊，预备，走。效果呢？开嗓，开嗓，越开越好，对吧？来，继续。小明，小明，你也太拼了吧！啊，跟上去，诗韵。啊，你赢了！你要是不赢玛利亚，我得觉得天理难容了。今天不是要演出了吗？我觉得我还是太紧张了，要不然你待会没事儿，你还是帮我练练啊！快快快！嗓子都成这样了，还想着排练？曲志远，你们平时到底怎么练的声？就正常练声啊。正常练声能把嗓子练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怀疑？他嗓子废是我的原因造成的。没错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看你就是想把他的嗓子练废，你好当大戏的女主角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你曲志远，快点，来不及了。成明，你要不然今天都别练了，你嗓子都成这样了，今晚还有演出呢，要不然算了啊。成明，你别再练了，你再练下去，这嗓子真的彻底废了。陈明，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？不用，我就是还有很多不太满意的地方。要是今天不练，我肯定不踏实。快点去支援，我在外面等你。那你多喝点热水。陈明是不是附了魔怔了？他不一直都这样，不疯癫不成活的。睡吧。我知道。成明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给我看看。嗓子发炎了。应该是排练过度导致的。那怎么办呀？像这种情况的话，还能演得成吗？你先别着急，我现在去找刀老师，让他想想办法。成明，你没事吧？咳成这样，一会儿你上台怎么办？完了，这下咋了？
成名不唱的话，咱这演出不就崩了吗？咱们排练那么棒，一夜不到几块钱啊！你们说，要是临时换人的话，会换谁啊？曲诗韵啊，他每天陪着成名排练，成名的台词他肯定都会。我。曲诗韵，怪不得你每天陪着成名排练呢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？原来你一直对女主角贼心不死呢。现在成名嗓子废了，你不刚好可以顶替她女主角的位置了？我没有啊，你也知道的，我昨天还一直在劝她，她也不听我的呀。曲诗韵，我发现你演技真好哎，你现在是不是把自己都给感动了？就你现在这样，在宫斗戏里面你都能活到最后一集。哎，你说什么呀？什么？曲诗韵，没事。我觉得她不是这样的。好，你们都不相信我是吧？那我跟你们发誓总行了吧？就算成名不演玛瑞亚，那我也一样不演玛瑞亚，行了吧？哎，姑奶奶，你可千万别演！马上就演出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你大到你追啊！可是他，顶东东，去啊！去啊！就去就。就是不想签了，我不想签了，我都说了我不想签了。我不管，就是因为你我才害了成明，我们再也不要联系了。想挤掉成名成为女主，我就是想进经纪约。你们都讨厌我吧，我就是看人情。我都听到了，你拒绝了他们的邀约，虽然你动过坏心思，但是谁没犯过错呀？你不怪我，大家都不怪你啊。就是他们让我来找你的呀，因为大家是个整体嘛，不论是谁遇到困难都要相互帮助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我也对不起成明，我太自私了。可是现在求婚怎么办呀？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就要相互解决呀，如果没有你那怎么办？我明白了，丁东东，会逃避的，我会和大家一起面对。好呀，那我们走吧。刀老师来了，刀老师，刀老师，好，刀老师好。程明，你情况怎么样了？老师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啊，别难受了。这段时间你的努力，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你已经非常棒了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要长一个教训。身为一名音乐剧演员，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，我不希望类似于今天的事情再发生第二遍，都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了。成明同学因为嗓子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不能够继续出演玛利亚这个角色。曲诗韵，我记得之前你和成明争过玛利亚这个角色，你现在还想演吗？
老师，我之前是争过，但是现在我只想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对不起老师，我演不了玛瑞亚。能够专心于自己的角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老师尊重你的选择。现在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出演玛利亚这个角色的？老师，我想要演玛瑞亚，我平时也练习过玛瑞亚这个角色。好，杜双，你的专业课成绩一直都不错，并且也足够勇敢，老师相信你完全能够胜任玛利亚这个角色。谢谢老师。尤志奇，我知道你的临场发挥能力非常棒，不过现在临时换了搭档，你有没有问题？老师，我没问题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现在距离演出开场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都不要在这儿耗着了，赶快去台上再磨合一下。走了。好好行，走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选择星宇是追求你的梦想，我是不同意的，因为你有着更好的出路。但是我让你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希望你把你的精力，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，咱们用成绩来证明一下你的选择是对的，我们对你的信任也是对的，明白吗？妈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好好学的，我一定会向你证明，学艺术也是可以成才的。这样练，我自己也会这么努力练的。啊，那你不怪我吗？我之前也想过当女主的。我不怪你，你能陪我练，我很开心。对不起，陈明。那喝水。海明，你也不怪我是吗？怪你有什么用啊，成明的嗓子就好不了。干嘛？你以后对成明好一点，来弥补你这次的错误。嗯，成明，我会对你好的，对不起。加油。真的对不起。一会儿要加油啊。
是因为我才来艺考的吧？我来艺考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艺考是因为我的梦想，因为我的梦想是站在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表演，对吧？你是觉得我不行，我不配跟你签同一家公司，还是觉得我哪哪都不好？你不想坚持你自己的梦想了吗？我就是在坚持我的梦想啊，唱歌就是我的梦想。程明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，你不应该靠捆绑我炒 CP 火，你完全可以靠自己有一番成就。程明，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你这么确定是我？我知道是你。还是我们之前就见过？我知道我们没见过。我感觉好像发生什么，而且一定会发生。不过我的手好冷啊。你的手好暖。你的手也很暖。当然，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你真的没有在开玩笑吗？我还没有学会用这种方式开玩笑，但我想，以后会的。下属于我的第一次登台彻底画上了句号，原本站在舞台中心的我变成了观众。我也明白了，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经历的过程，就算机会无声无息地溜走也不算什么坏事，因为它可以沉淀一个努力者的人生。还有事情要处理，等我把事情处理完就过去。刘志奇，你叫我干嘛？微风，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请你帮我照顾成明。照顾成明？替你？不是，你不是喜欢成明吗？怎么让我照顾他？是，我是喜欢他，但是我马上要离开了，再也没有办法照顾他。什么原因？是我自己的原因。我这次走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，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是这样的，尤志奇，具体原因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我认为你应该告诉成明，你觉得呢？我会给他一个交代的，但是今天这件事情请务必保密。嗯，好，谢谢你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。我走了。奇，我专门为你买的，祝贺你演出成功。
你上次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想好了。我喜欢你，我答应你，跟你在一起。怎么了，程明？那天我喝多了，跟你闹着玩呢。闹着玩？对，你千万不要当真。尤之奇，你别闹，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陈明，要是我的行为让你产生误会了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什么误会啊？道什么歉啊？偶像和粉丝之间总是要有距离感的，我不应该混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而且我们也是因为意外才碰到一起的，不是吗？那你对我的那些好呢？你给我的表白呢？还有我们的初吻，这些都算什么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那天喝多了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就算是路边的小猫小狗也会喜欢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爱好。